第六章如何构建自律的环境？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有关精神力和意志力的因素外，自律还涉及很多其他方面。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个人所处的环境。对于自律来说，环境因素既可能起到推动作用，又可能产生一定的破坏。要说一丝影响都没有是不大可能的。 认识到环境也是影响个人成功的因素后，我们就要告诫自己不要将自己置于危险的环境。实现自我改善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试住构建有益于自律的周边环境，并加以保持。环境的塑造是与意志力的培养和提升同样重要的内容，而良好的环境一旦形成，那么即使不依赖自律。 同样可以产生理想的行为或结果，这就是种瓜的瓜，种豆的豆。涵养意志力意味着排除成功之路上的各种干扰和诱惑。对于一些简单明了的情况，理解起来并不难。比如，当我们需要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时，一定不会走进意式餐厅享用私房意大利面。同样，当我们决定瘦身时， 经常去健身房报道，一定比在冰激凌店周围晃悠要有益的多。不过，对于自律来说，还有一些隐性的环境因素有待进一步改善。这就是本章将要详细展开的。我们知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无谓的测试和消耗自己的意志力。从这一点上来说，为自己营造一个理想的环境，便可以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将外界干扰降至最低。人们通常认为外界干扰可能会对自律有所帮助。既然意志力是有限的，那么照理说应该经常让自己休息和放松一下，将注意力从冲动和诱惑中转移出来。斯坦福商学院的市场营销学教授科克西夫通过一项研究展示了外界干扰将会对人产生何种影响。 该实验的内容是让所有参与者们从巧克力蛋糕或是水果二者中任选其一。不过在此之前，西夫选择了一组参与者，让他们在做出选择之前先记忆一组电话号码。实验结果发现，记忆号码的一组参与者在受到干扰的情况下，选择巧克力蛋糕的比例相比对照组的参与者们要高百分之五十。这一结论说明。 注意力集中是保持自律的一项基本前提。如果你经常心猿意马，那么可能早在意志力发挥作用之前，便已经败给各种诱惑了。如果自律形同虚设，那么无论我们的初衷再怎么美好，都会在诱惑面前一触即溃。精力分散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变得心神不宁，这一过程通常难以察觉。 于是，自律便在悄然间不断流逝，直至将自己此前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精心设计的超市结账通道是一个依靠转移客户注意力牟利的经典案例。无论此前在货架上选购商品时，我们的选择有多么健康合理，都很难保证自己在面对结账区两旁的糖果、巧克力和零食时可以全身而退。 因为这一时刻十分接近购物的尾声，我们的大脑可能已经开始提前考虑离开超市以后的安排了。而此时突然映入眼帘的廉价而诱人的小零食们，可就出现的太是时候，太考验自律能力了。了解到以上的知识点以后，我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工作环境凌乱不堪，那么就把它好好收拾干净。桌面干净则头脑清醒。 头脑清醒则自律无比。康奈尔大学开展的一项研究，通过一些令人信服的案例，证实了“眼不见为净”的理念对于改善自律的有效性。这一结论广泛适用于多种场合。整洁的桌面仅是其中一例。在上述研究中，每位被试者都被分配了一罐好时巧克力，这些罐子有的透明，有的不透明，有的就放在被试者面前的桌子上。 有的则放在距离被试者两米以外的位置。实验发现，对于放在桌子上的罐子来说，透明罐子里的巧克力平均每天会被吃掉七点七块；不透明罐子里的巧克力平均每天会被吃掉四点六块。而对于远离桌子放置的罐子来说，透明和不透明罐子里的巧克力消耗量则分别为平均每天五点六块和平均每天三点一块。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根据被试者们的反馈，那些距离罐子更远的人反而觉得自己吃的巧克力数量更多。这显然是与事实相反的，而这一差异恰恰为如何改善自律能力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线索，那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惰性来铲除各种诱惑的生存空间，比如我们可能无法对某些诱惑彻底视而不见。 但如果接近这种诱惑需要付出很大气力的话，那么我们付诸实际行动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此外，惰性也有助于消除一些隐性的自律问题，而通常这些问题都是最难察觉、破坏力也最强的。如果将取铁罐摆放在触手可及的位置，那么人们很可能会不假思索地把它提溜起来。 因此，在构建自律环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出现这种场景，比如将甜点放在一个距离较远的橱柜里。那么，虽然无法完全消除其带来的诱惑，但是至少让人不得不为此付出很多代价，这样情况便大为改观了。我们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一个不存在任何干扰和诱惑的环境。 只需要设法消除那些容易造成自律的无谓和无效消耗的环境因素，即可大幅提升自己的自律能力。这一做法是用于我们的桌子、我们的工作区域、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视野所及，甚至我们的电脑桌面，尽可能的消除身边所有的干扰因素，然后忘记他们。如此一来，我们便只剩下三件事情可做：提升自律，感受无聊。 以及沉迷于工作。二多巴胺管理。当我们体验快感时，大脑会分泌一种名叫多巴胺的激素。可能你也有所耳闻，多巴胺多与性、毒品以及摇滚有关，这些都是人类十分受用的享乐方式。多巴胺会让我们产生快感，而这种快感又会诱使大脑越发偏爱那些容易引发多巴胺分泌的行为。人的天性总是追求快乐的。 所以，追求多巴胺便成为第一优先，其他事情统统要给他让路。运动、冥想或是降低糖分摄入等良好的习惯，同样可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这些都是良性的循环。不过，一味追求多巴胺同样可能带来极大害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和社交媒体都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里。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深陷其中了。 无论是加工食品还是网络色情，几乎所有有利可图的生意都是利用了人类大脑基于多巴胺分泌的奖赏机制，令人为之上瘾。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长期追求多巴胺分泌的危害，或者没有采取任何缓解措施，那么就会被无处不在的追求多巴胺的冲动牵住鼻子。 即使是像查看谁点赞了自己的朋友圈这样的小事，也会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不停想要刷新动态的样。日常生活中，我们会不假思索地将大量时间花费在追求这种小小的快感上面，而对应当完成的一些正事却漫不经心。这种下意识的对多巴胺的迷恋，将会弱化我们的自律能力和工作效率。 以 B.F. 斯金纳为首的心理学家们开展了一系列广为人知的行为心理学研究，证明多巴胺在习惯无论好坏的养成过程中发挥住基础性作用。斯金纳和其他心理学家们基于对小白鼠行为的仔细观察，发现了许多有趣的行为现象，比如缺少了多巴胺受体的小白鼠们很难培养起自己的习惯，而另一个极端则是。 如果给小白鼠们提供一个可以直接刺激到多巴胺受体的杠杆，那么他们会以一小时数千次的频率疯狂的按动杠杆。这些小白鼠把多巴胺看得远比食物、水和繁育子嗣更为重要。事实上，如果实验条件允许的话，这些小白鼠们只怕会永远这样一刻不停的按动杠杆，直到小住去世。对于人类来说， 除了快感本身外，对于快感的预期同样可以促进多巴胺的分泌。毫无悬念的事物总是会令人觉得无聊，而新鲜感则会让人躁动不安，从而引发更加强烈的多巴胺反应。由于多巴胺的分泌强度与重复相关行为的意愿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多巴胺也被视作强化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诸如海洛因之类的高危毒品便是一个明证。 有些人仅仅吸食了一次，便从此无法自拔，就是因为毒品对于多巴胺的影响实在太过强大。多巴胺是如何影响到当今人们的生活呢？所有社交媒体的互动、点赞、评论、私信，甚至只是滚动刷新，便可以让人获得些许多巴胺的刺激。许多社交平台是以用户的网站停留时间，也及用户在该平台花费的时间为盈利指标。 于是，这些平台便会不断优化升级，以便更加充分地攫取用户们的多巴胺反馈。毕竟，只有让用户产生心理依赖，才能令平台有利可图。我们必须了解上述利用人类多巴胺系统牟利的套路，并采取相应的防范和限制措施。所以，重点是构建一个良好的环境，让自己与这些多巴胺刺激形成有效隔离。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设法让大脑的这一套奖励机制为己所用，比如对自己的积极行为予以适当奖励，这样便可以继续强化这种良好习惯。这远比沈进在各种廉价的多巴胺刺激中虚度一整天要更加可取。很显然，对于社交媒体的使用必须施加限制。有的戒毒所里会流行一种名为“鱼缸”的博彩游戏。 这实际上就是采取新颖的奖励手段来强化个体行为的一种做法。一，所有坚持治疗方案并抵制毒瘾复发的患者们都可以获得一次从鱼缸抽奖的机会，奖品从一百美元到一美元不等。即使没有中奖，也可以得到诸如“干得漂亮”、“再接再厉”之类的称赞和鼓励。研究证明，这一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所有参与鱼缸游戏的患者中83，百分之八十三的人都能够顺利完成戒毒治疗；而在不参加游戏的患者中，这一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我们也可以为自己定制一个鱼缸，用于强化某些良好的习惯或决策，比如说在完成一项必要但无趣的任务后，给自己一点小小的奖励，哪怕只是拿一顶帽子和一些小纸条来做个抽奖游戏。 如果你一直对健身提不起兴趣，那么就约上朋友一起去健身房吧。如此一来，健身便与跟喜欢的人一起玩挂上了钩。这种小小的奖励将会带来大大的不同，让自己从此对健身房更加期待。试着在脑海中整理一下所有能够让我们打起精神、追求多巴胺的因素，然后尽可能利用好它们，为自己带来注意。 如果你喜欢在工作时吃零食，那么试着将这种乐趣作为突破某个关键节点，或是完成某项重要任务后给自己的打赏，利用一些小小的、逐步递增的奖励，不断强化自己的良好习惯，那么便能让行为和自律得到明显改善。三、将积极的行动设为默认值，如何更好的构建自律环境呢？ 这取决于我们对于自动决策机制的理解。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关注一项对欧洲十一个国家的器官捐献者的研究的发现。数据显示，如果将捐献意愿表上的默认选项设为同意参加器官捐献，那么每个国家统计出来的器官捐献的参与度都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而反之，如果将默认选项调整为不参加器官捐献， 那么，十一国中参与度最高的也不过百分之二十七而已。这一结果表明，即使在面对是否参加器官捐献的严肃决定时，人们做出的选择也不一定来自真实意愿，而可能只是为了图省事而选择了不需要额外费力的默认选项。同理，将良好的行为设为默认选项这一概念，也可以应用到自律的培养上。 人的惰性会令我们更倾向于选择近在眼前的事物，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为所有有益的活动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同时尽可能的提高自己做出不利抉择的门槛。所谓的默认选项是指无需当事人额外表示，或者对于当事人来说最省力的选择。广义上的默认选项还包括规范的行为或是推荐的操作等。 大量的实验和观察研究都表明，只要将某一选项设定为默认，那么便可有效提升其被选中的概率。这一现象也被称为默认效应。做决策是一件耗费精力的事情，所以人们通常会为了省心省力而选择默认选项，特别是对于那些自己不甚了解的领域。因此，为了构建更加自律的环境。 可以从对各种默认选项的进一步优化上开始着手。我们可能自认为绝大多数的决策都是自己做主的，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相当数量的决策仅仅是当事人对于自身所处环境而做出的反应。如果你常常因为社交媒体而分心，那么可以将手机里相关应用的图标拖到桌面的最后一页。 这样，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就不会总是看到它们。更加绝妙的是，我们还可以每次用完这些应用后便退出账号，或是干脆对这些应用随用随删。这样就只会在真正必要的时候才会使用它们，而不用将它们留在手机里，让自己时刻觉得心里痒痒。如果你习惯于工作的时候时不时的拿起手机来看。 那么就把手机屏幕朝下，然后放在离自己足够远的位置，远到你必须站起身来才能够到。而如果你想要多加练习小提琴，那么就一直把琴放在桌上，乐谱也保持打开的状态。如果你想要经常清洁牙齿，那么就在你的背包里放些牙线，在你的浴室里放些牙线，在你的床头柜和沙发上都放些牙线。 诸如上述这些利用默认效应强化自律的案例可谓数不胜数，而且这些都不需要花费太多意志力便可完成。再举一例，如果将薯片和甜点堂而皇之地摆放在厨房的台子上，那么它们变成了我们每次走进厨房找东西解馋时的默认选项。而将这些垃圾零食收纳起来，或是干脆别买，并用一些水果代替的话。 那么，我们便更容易养成多吃水果、少吃垃圾食品的习惯。如果这样还不够的话，那就在浴室门口也安装一个抽拉式的小吧台吧。如果我们在冰箱里塞满了碳酸饮料和果汁，那么它们便成为我们每次打开冰箱找饮料时的默认选项。不过，如果将这些选项移除，那么我们便会多喝水或者经常泡茶了。 想要多摄入一些维生素吗？把它们放在牙刷旁边，这样就更容易拿到了。如果我们成天坐在电脑桌前，腰椎告急，那么经常站起身来走动走动会很有好处。如何将其设为默认选项呢？比如可以经常喝水，这样就必须得经常起来上洗手间。又或许可以在手机上设一个倒计时的闹铃，然后再把手机放远一些。 于是，当闹铃响起时，我们便不得不站起身来关掉它。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无非都是在探讨如何实现既省心又省力的构建起积极的自律环境。以上总结的实现环境改善的两大要点：一是消减各种引起混乱与干扰的因素；二是利用默认效应来优化决策。降低周围环境中的干扰因素，有助于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 从而提升专注力、工作效率和生产力。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善加利用多巴胺的反馈机制，强化自己的良好习惯，同时逐步减少对于一些廉价快感的无脑追求。最后，还可以利用默认效应，让自己不费吹灰之力便能做出各种有利的选择。上述策略能够让我们尽可能的节省对自律资源的消耗。 以便将其运用于更加重大的日常挑战中。毕竟，如果可以运用迂回战术的话，又何必非要去消耗自己宝贵的意志力呢？划重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为自己所构建的周边环境，对于自律的培养来说，是一把杀伤力极强的双刃剑。我们需要战略性的运用“眼不见为净”的策略，消除各种外界干扰。 降低来自多巴胺的刺激，以使自己更加专注，同时还要设计一条最为便捷省事的路径，以便做出最佳的决策。